现在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老三吼，欢迎大家收看今仔日的节目吼。来，耶稣的人生讲座，耶稣今仔要跟咱讲的是啥物话呢？要跟咱讲吼，那当心祈祷都有力量，有力量。祈祷这个代志吼，是人甲神的讲话嘛，哦，而且大家拢会晓，足简单嘞。有人讲我袂晓祈祷，靠，这个袂晓祈祷，你都嘴开开就会当讲话，你想要甲上帝讲啥，你就甲上帝讲啥。祈祷是你一个人的代志，但是呢，耶稣给咱教一步，讲吼，那两个人祈祷吼，佫靠开了，哦，两三个人哦，你唔免都足济人哦，讲两三个人，只要大家心连心，同心的祈祷，吼、哦，上帝都听咱的祈祷啊。所以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你若足济人伫遐咧祈祷，但是大家拢无同心，即、这个祈祷其实无一定讲像你看到人遮尔啊济吼，祈祷都有能力，即个无一定啊。重点是有没有同心啦、啊？哦，人甲人吼、哦，心啦、啊、连心迄个力量吼、哦，会变足大个。这足侪人唔知，足侪人唔知。但是规本圣经唔是干那一句话尔，足侪所在拢讲安尼。圣经讲两个人比一个人较好啊。圣经讲吼、哦，你个手啊吼，你若讲手啊那个夹做伙吼，几股合成的绳子吼、哦，不容易折断。你若讲草蛇啊吼，安尼真侪条吼，啊个白做伙吼，都变作真用。所以伫圣经内面，常常咧讲一个观念，就是人爱去找人，人甲人吼爱斗阵，人甲人若斗阵，人甲人吼来当来同心吼，哇、哦，安尼足好个呢啊！所以吼、哦，咱每一个人，咱来尽量来学习，就是讲你唔通做一个孤单个人，唔通家己做一个孤单老人。唔通做什么代志，拢你讲啊，我家己就好啦吼。咱尽量一个习惯吼，找一个伴。耶稣吼，伊要叫伊这学生啊吼，去传道理。伊叫伊这学生啊吼，爱起来服务社会。耶稣叫因大家来一阵一阵哦，拢来，算算来呢七十个。啊，这七十个呢，拢足有心的。耶稣讲好，来，我派恁出去外面做工。耶稣派因吼，两个两个一组。所以耶稣就是安尼，有咱看到伊的方式，就是两个配做伙，两个配做伙，伊无爱你家己一个，因为家己一个真孤单，因为家己一个吼出代志需要阵哦，无人甲你斗三工，至少两个。所以基督教的原则就是安尼。所以基督教基本上你买单讲伊一个非常个人修行的一个宗教信仰啦，无唔对，因为基督教就是讲你无两个，你家己一个嘛是可以。你甲上帝祈祷，你一个人，上帝也甲你三个弟弟，上帝甲你同在，甲你做伙。但是另外种面，基督教嘛强调，如果若可以，佫少一个，哦，两个、三个，你若有伴，你若拢做伙，啊，你伫遐祈祷的时阵哦，上帝灵就伫恁的身躯顶啊，啊，所以这个是真要紧，啊，上帝是唔盲讲咱人活的世间是卖孤单。因为伫创世纪的时阵，上帝创造阿东了后，上帝就看讲，哎、欸，阿东一个人无好，所以圣经一句话，我讲这人家己大无好啦，吼、哦，爱双人枕头较好啦，家己一个嫁配无好啦，吼、哦，一个人陪伴你安尼较好啦，哦，所以上帝爱咱人，卖很孤单，上帝爱咱人吼、哦，有朋友通好讲心内话，所以当你咧祈祷的时候，唔是干咧你家己一个人足可怜啊，干咧一个人咧祈祷尔。上帝讲吼，上介好吼，你找两个人，你祈祷出来吼，伊有听到，伊就知影你的心思，伊会了解你。所以耶稣是咧甲咱提醒一个重点，就是做人伫世间，你要试看卖，互别人来了解你，你要开放你的心，哦，唔通什么代志拢藏伫心内，唔蒙知，你要讲出来，你要有知己的朋友。爱你吼，祈祷吼，常常啊，上帝讲的是心内话啦，唔是讲表面的话啦，讲表面的话无意思嘛。要来上帝面头前祈祷，就是要讲你真实的一个感受嘛吼。所以耶稣讲吼，你要讲你心内话的时阵吼，边仔有一个朋友，伊会通分享你的心内话，这个是真幸福。所以唔是干那讲表面的话尔，哦，唔是干那讲话拍拉见咧饮酒咧连笑话，唔是，是要将你真心的感受，将你对世间的看法。将迄种你心灵深处吼，真深真深，迄种已经达到甲上帝对话迄种话，爱提出来甲别人分享，
所以爱两三个，爱两三个。其实讲到这种基督的时候，圣经有两段啦吼，无同款的教导。就是一段就是讲，有时阵你的基督爱家己一个人，门关起来，家己一个人伫遐基督。哦，所以基督呢，爱会当有一个人的基督，深的基督，你的秘密拢总讲出来，无人会听到的。但是唔是永远家己一个基督呢？怎变孤岛，对吧？有时阵呢，你卖学习对房间出来招朋友小组的祈祷，有两个有三个，底下大家做伙来祈祷，买当将你心内较深的话哦，会当来讲出来，哦，讲出来，互朋友大家家己知影讲哦，原来你的想法是安尼，啊，原来你最近有拄到这个困难，哦，原来你即马你的人生的中间，唔是干那看到表面的这些问题而已，你的心内有一挂感受。所以你这种物件，你若有法度安尼，卖插个遮深啦吼，我慢慢铺出来，铺出来，铺出来，甲你讲出来，啊边有人听到，安尼你压力就减轻啦，啊，有人陪伴啦，哦，有人陪你啦，啊，咱每一个人的心中拢渴望有人陪，所以出去佚佗上明显，真少人讲家己爱家己一个佚佗啦，啊，嘛是有啦，有时阵是自己出去散散心吼。嘛是会使啦吼，但是通常人性吼，拢爱人陪啦。所以你若看妈妈吼，要出门买物件有无？啊，陪我去一下啦，老公陪我散步一下啦，爱人陪。哦，咱基本上咱人就是爱人陪。啊，行啦，跟我做伙去啦，做什么代志的时候，咱拢唔盲讲吼，是有人跟咱做伙去。哦，去超市去市场买菜爱人陪，看电影爱人陪，食饭爱人陪。所以若孤单一个边呐，搭讪。对吧？家己一个去，啊，就谁都无熟悉。啊，伊嘛家己一个，哎，小姐啊，熟悉一个，啊，讨一个电话嘞。这个社会即马就是安尼嘛。咱惊孤单嘛，这是咱的人性。咱的人性惊孤单，所以咱去找伴。不过真可惜啦，吼、哦！现代人找伴的所在拢怪怪的，吼、哦！你要找伴，以教导来讲啦，吼、哦！鼓励大家讲，你要找伴，你若找做伙来祈祷，讲心内话，做伙唱诗歌，做伙来敬拜，哦，这个是好的无比。这个是真水，所以足五万公吼，咱啊照圣经的教示，你有两个人、三个人当你做伙的时阵，你是会当常常的当来祈祷。好、哦，当你做伙的时阵，你是将你心中的感受、将你对生命的看法，会当来提出来分享。啊，耶稣甲人讲哦，你呐两三个甲上帝做伙咧讲吼，迄、那个力量吼会足大的。我相信这是一个主人家一个定律，这是主人家一个定律。团结力量大，任何代志拢同款，唔是只有祈祷，足些代志拢总是安尼。只要人多，迄、那个善心的力量都真大真大，有当系善心加倍的一个力量。所以耶稣讲，祈祷嘛是同款，连咱祈祷嘛是同款。你若加招几个朋友，大家做伙来祈祷，啊，当你祈祷的时候，你讲出来这话，你的心意也拢同款，上帝会甲你认同。迄种想法，迄种你要甲上帝讲话，唔是干那你一个人的意思尔呢？是你会当佫加争取一票，伊嘛甲你做伙，甲你祈祷时阵，伊会讲啥物讲阿门。你若有机会参与教会，你就知，人若祈祷，你会讲阿门，阿门。迄、那个阿门啥物意思？就讲对，认同，我赞成。所以两三个咧祈祷吼，有人当边啊甲你画阿门，有人讲阿门的时阵，你就感受到讲你互支持着。你会感受到你无孤单，你会感受到我即马讲出来即句话，原来嘛是伊心内话。迄个时阵，人甲人心灵的相通，在上帝眼中看讲啊，安尼是好得无比，哦，有够好个啦！上帝上满足的，就是伊坐在边仔看，看到咱这人类大家和平斗阵，看到咱人心意的相通，看到咱人大家分享经验。迄个亲像老爸老母，看伊个囡仔伫遐咧佚佗，迄、那个心吼得到满足啊！做老爸老母拢了解这个道理。迄囡仔虽然吵吵闹闹，但是只要做伙耍，你踮边仔看，你会感觉种甜蜜。讲安尼遮古锥，哦，迄人家己一个吼，你就是感觉唔知欠啥物物件咧。都两个三个一阵做伙，你感觉啊好可爱哦！唔相信哦，你去幼稚园，幼稚园。你看啦，幼稚园的囡仔做伙在耍的时阵吼，啊，是讲你去公园看囡仔做伙在耍的时阵吼，
哦，你会感觉这个社会足有希望的，你会感觉讲哦，这个社会实在足水的，你会感觉讲这个社会实在是真美好，真美好。哦，所以讲，希望咱每一个人吼，会通照耶稣讲的，哦，照耶稣讲讲，地上有两三个人同心合意，咱也是当同心合意，伫甲上帝祈求，祈求这个世界的和平，祈求咱家庭的和乐，祈求咱事业的成功。祈求咱对生命有更加深入的看法，祈求咱真做一个为别人带来祝福的人，祈求咱真做一个勇壮、真做一个刚强的人，祈求讲上帝，请你给我智慧，上帝，请你给我帮助我，给我真做一个你的学生、你的门徒，哦，啊，甲别人会当来洗脚，会当有这个谦卑柔软来服务别人，无人无甲人计较啊，无要争名夺利。无求家己的好处，是哦，上帝水，上帝迄个好，安尼透过阮这两三个人做伙，带到这个世间。你若讲一群人吼，伫世界各地方、各种的角落，拢有人安尼咧祈祷，哦，这个世界真正会改变，真正改变。历史上真出名，都是这个道朝祷告会，啊，都是一群大学生，因是组织做伙，哦，因伫一个一种的仓库。爱用稻草铺咧涂骹，底下咧祈祷，因为因的祈祷带来复兴。所以你来想，你要找二三十个做伙，可能真歹找；但你要找两个，是毋是真好找？如果大家拢会去找两个、两个、两个、两个，这个世间是毋是真容易有足侪人拢总底下咧祈祷，拢咧祈求美好的代志临到这个世间？是毋是这个世界气氛完全的改变？是毋是这个世界的整个？属灵的空气拢会改变，哦，这是耶稣讲，两三个人做伙祈祷时，真有力量。有阵时咧，等下聊咱继续讲。来，欢迎回来老三的节目吼。祈祷吼，实在是基督教里面一个独门秘方对吧？啊，真特殊，就是伊真简单。你任何时间、任何所在，你要甲上帝讲话，拢会使。迄个就是祈祷。所以，当你会通安尼甲上帝安尼直接沟通，甲上帝安尼直接会当安尼来祈祷的时阵吼。上帝的能力就会临到这个世间，啊！上帝要做的代志哦，嘛是透过祈祷，哦，这真奇妙，真奇妙。历史上有一个真出名的一个牧师吼，我那算一个报道家，叫做穆迪。这个穆迪吼，真奇怪。上帝和伊在迄个时代对孤儿特别有感动、有负担，所以拢专门做孤儿的工作。啊，所以伊那是。为别人破病祈祷吼，敢若无人病无一定会好咧。伊的温素唔是这方面咧，伊的温素唔是讲我人祈祷，人病会好，那伊唔是。但是吼，伊若只要是为着孤儿的事工吼，嘿，真奇怪，上帝呢，拢真丰富在家己想事。有一摆，这孤儿伊的囡仔大概要食饭啊，无物件通食。你古早迄个时代物质真欠缺，吼，无像即马讲啊，麦当劳食剩咧摕来管咧，古早无啦，都无麦当劳，靠啥麦当劳？伊那种年代吼，来，讲即个囡仔大家坐咧遐，啊，囡仔大家迄种年代，囡仔拢足单纯的，无咧看电脑，无咧看电视的啦，吼，哦，拢思想真单纯的。伊讲来，小朋友，咱来祈祷，咱个上帝祈祷，吼，讲咱妈妈肚枵啊，啊，求上帝呢，想出物件互咱食。啊、所以大家底下当心讲啊，上帝啊，我们都要无物件通食，要安怎吼？祈祷了的时阵，竟然就有一台车来到因的门口起电铃，讲有足侪面包要送给囡仔食。啊，你讲是安那？是祈祷了上帝来派一台车哦？唔是哦，出这个观念你也知影，是原本上帝都已经派一台车要来再胖。原本上帝就给他感动，叫这个头家载一些面包要来分给这个孩子，
上帝原本的意思就是要安尼做。所以当上帝在做代志的时候，咱搁再来祈祷的时候，那是完全的上帝本来这个心意就是要做这个代志。所以讲到祈祷，圣经有一句话讲：恁还未祈祷进前吼，上帝拢知啊。你都还未开嘴，还未讲的时候，上帝都拢知啊。你讲啊，我还要搁祈祷，因为这是足自然的一个反应。迄个亲像啥物？我举个足简单的例，你听你就明白啊。教会即马一挂青年人吼。都做妈妈，叫做新手妈妈。妈妈吼，嘛带囡仔出门吼，拢会炸物件。因为妈妈吼，早就知影囡仔巴肚枵啊啦，一早就知影这个出门四点钟靠可能袂枵，所以妈妈拢穿好啊。哦，有当啊，揣这个小饼干，啊、哦，小馒头，哦，啊，有当时啊呢，是准备迄落牛奶粉，啊，有当啊是麦片，红爷爱细汉的嘛吼。啊，即马出门啊，妈妈会看哦。时间到啊，囡仔唔免讲，妈妈就提出来跑，就底下咧准备啊。哦，啊，真侪摆吼，就是妈妈咧准备的时阵吼，迄、那个囡仔当边咧甲其他小朋友佚佗。啊嘛，即马佚佗了来妈妈边啊，啊就慢慢慢慢就是要食啦。哦，慢慢就是甲妈妈讲我要食，妈妈就提回家。就是这种关系。这个老母本来就有准备，因为伊知影讲这个囡仔有这个需要。啊，这个囡仔，你讲啊，我妈妈都有准备啊，我都唔免去改讲我要吃啊，唔是，吼、哦，是你巴肚枵，你足自然来甲妈妈讨，这就是讲一种自然现象。所以这个囡仔巴肚枵，会走来妈妈面头前讲慢慢，喏、哦，讲我要吃，我要吃，安尼，讲伊要吃，啊，所以妈妈呢就会当改吃，好、哦，所以。咱咧对上帝祈祷嘛是安尼，如果上帝无准备，你跟他祈祷有较怎呢？无好嘛，上帝讲歹势，我都无准备。你讲肚子饿，我要吃，我要吃，上帝讲哦，无法度，我即马再来买，互你枵到要死去啊！吼，祈祷唔是安尼，祈祷是讲你还未祈祷进前，还未开嘴进前，上帝早都已经先知先觉啊！我无你做啥上帝？上帝当都知嘛，你早都知影你有这个需要。所以伊拢甲你准备好啊！啊，伊拢甲你准备好，你当然你会解脱嘛。因为上帝甲你准备好，结果你无解脱，上帝嘛感觉真奇怪。你这个囡仔是无正常哟，你巴肚枵开拢袂发声。哦，伊嘛是会知影讲，你等下你巴肚枵，才乎你即摆可能在算，伊无爱甲你查。这叫做啥物？互动，互动，这叫做默契，这叫做沟通。就是上帝予咱一个权利。上帝，我物件甲你传好势，但是你即摆你有一个权利，你要的时阵你甲我讲，我就互你食。所以这种祈祷叫做权利。上帝早就准备好啊，但是上帝也给咱一个稳定，就是讲伊袂甲你强迫你食，伊将这个权利让你，随时你要食的时阵你讲一声都有通食。咱的祈祷就是安尼。咱要对上帝开嘴进前，上帝早就知影咱的需要，迄、那个稳定哦，早就传伫遐啦。这么咧等啦，等看咱当时巴肚枵，咱自然的话啦。自然这两字你会记哩，自然啦。你若无自然，你讲拢未祈祷，安尼可见你这囡仔发育有问题啦。多一个囡仔巴肚枵袂好，阿爷娘讲哦，我要忍耐，我要忍耐吼，要有志气，卖讲讨，你真笑，较有可能。伊巴肚枵伊就讨啊嘛，咱的祈祷就是安尼。你若拄到困难、拄到压力的时候，足自然的嘛。巴肚枵，你就甲妈妈讨要食嘛。啊，所以你若讲拄到足困难的代志，你就足想要找上帝讲一下嘛。足想要找上帝讲，上帝啊，上帝啊，我有真侪委屈。哦，上帝啊，我足想要甲你讲，你就足自然，你会想要来找上帝讲啊。哦，所以当一个人安尼愿意来找上帝讲的时阵，迄、那个就是祈祷。当你足自然找上帝讲，上帝讲好，我早就准备好啊。哦，我知，我知，无要紧，免着急。哦，我拢了解。我拢传好势啊，吼、哦！所以足自然，这个物件带到你的面头前，上帝将伊原本准备好的稳定带到你的面头前，就是我个你的祈祷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真侪人可能拢无了解这个观念啦，吼、哦！所以透过今日个解说，你都知。所以你这件代志，如果是讲找两个、三个，当然咯、哦，上帝真注重嘛。
哦，上帝现在看到恁两三个同心，上帝看到咱互相有沟通嘛，哦，上帝真意爱看到咱人大家欢喜斗阵，做伙流目屎，做伙分担，啊，做伙快乐个代志，做伙分享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是一个真实的信仰的生活，迄、那个上帝做期待的。所以，我望每一个朋友，你有机会享受信仰带来的快乐，啊，后一集继续收看吼，耶稣的人生讲座。无讲未爽快，咱若观光客吼，去到欧洲啊，一定爱看啥物大教堂，真出名，啥物圣彼得大教堂吼，迄种足大间足大间，我你是咪拢硬硬讲靠人教堂去到遮大间吼？你毋是基督教徒，你嘛入去看吼？但是咱呢，老朋友吼，开始甲咱讲吼，其实吼，有个教堂佫比咱即马较出名的教堂，其实佫值得看吼。来，对大家来请安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区中心医师。是啊，你伫英国迄段时间，敢有去教堂去观光客咧行所在去看看咧？其实咱去外国佚佗的时阵吼，无管是英国啦、意大利啦、法国啦，欧洲这个系统，欧洲系统其实上值得看的，就是教堂嘛。是真正做值得看吗？我唔捌去过。因为因宗教吼，是因的因的生活一部分啊，吼、所以大部分人唔信天主教，无基督教，吼、所以因这教堂爱起啊足水的，吼、足大的来崇拜，崇拜上帝，敬拜上帝，对。啊，这个、部分吼，咱讲英国的部分吼，你伫伦敦，伦敦，咱大概可能。咱讲戴安娜王妃结婚的所在，诶，伫个圣保罗大教堂，哦，圣保罗大教堂是一个足水的建筑物，啊，伊个构造嘛是一个圆顶，吼、圆顶，吼、啊，你若种有兴趣人，个走去到迄、那个，行去到圆顶顶边，诶，就去遐看卖下者，吼、啊，你若种讲无迄个时间的时，啊，就有付一个应该是2英镑吧，吼、入去教堂内底看卖内底即个构造，所以因个足奇怪，看教堂爱钱。看博物馆免钱，真奇怪。对，啊，我伫法国去拄啊电脑边，你去博物馆是免钱，啊，不过你博物馆爱博物馆爱钱，对。啊，英国个另外一个伦敦个上另外一个大家应该知影西敏寺大教堂。啊，对，这个足出名。西敏寺大教堂，大家看迄个迄个一个电影哈，本身伊伫内底伊下口有牛顿的墓，啊，达文西密码哈，对。啊，西敏寺大教堂是其实吼大作者。足有名人伫即个内底吼，啊，伊嘛是足重要的教堂，吼、所以其实伦敦上值得看的就是两个教堂，吼、一个西敏寺大教堂，啊，一个圣保罗。哎，敢有四个较细间的教堂，满四间拢是。有，咱即马在英国本身伊的国教，吼、国教其实是基督教，我对英国伊这基督教的仪式，吼、甲咱即马咱的教堂无啥共款，无啥共款，伊有集合吼，小寡天主教加基督教。综合合作会，合作会啊！咱台湾一般你来去教堂基督教的仪式吼，咱是较偏向美国的系统，是嘿。啊，伊欧洲系统较无啥同款啦，吼。啊，即卖伊即卖，咱讲英国国教的大主教，吼，伊都伫圣保罗大教堂嘛。啊，不过英国我头有讲有分英格兰、苏格兰甲爱尔兰，吼。啊，英格兰的主教伊伫另外一个较南部的城市叫做。叫坎特伯里。Canterbury。Canterbury 是著名的所在，坎特伯里大教堂为。西元五世纪的开始起啊，哦，所以到今日嘛是15、16世纪有啊，哈，哇，惊死人啊，哦，啊嘛是足水的一个教堂，所以你去看住，你看到种物件，你敢会只下会无同款的感受吗？迄真是咪感觉，迄是上帝大的所在，迄咪咱人大的所在，有一种感觉，有啊有啊，尤其，啊，西班牙个唱咧，对，圣西个唱咧时阵吼，因为咱礼拜时吼，对，咱基督教徒入去吼，嗯，伊个奉拜是免收费的哈，啊，伊内底会使底下听音。西班唱演唱，我看恁西班拢职业的哦。当然啊，职业的，你也准请伊来遮演唱，大家拢咱来付钱叫伊。拢个买票的对吧？对，系啊，是啊。啊，佮另外这剑桥哈，国王学院的迄个大教堂嘛是，哦，拢有伊特色，拢有伊特色对。嗯，啊，迄个所在，佮礼拜日的时阵，敢有大家拢会去教堂做礼拜？种文艺气氛，种宗教的气氛。哦，这问题是啥？英国其实英国有咧讨论啦哈。因其实伊认为讲吼，英国即马吼将信基督教开5%尔，真正是基督教徒就对啦，其实只有5%尔啦。对，就讲有虔诚了，对啊，5%尔，就讲有5%人会去教堂了。是，真正有去的啦。对，才5%尔。真正迄出来拢是叫做号称啦。对，号称的嘿。啊，就讲，唔过
第讲因即个因希望即个教会吼，因嘛希望讲会使吼愈济人吼用比较较现代的方式，吼愈济人希望会使去相信即个上帝的存在。所以你底下敢有常常看到因即种，比如讲街仔路啊，有一挂种较宗教性的宣传，还是广告，敢有即种物件？其实无诶，因英国人吼，因我得讲因其实较含蓄，含蓄，因无像美国足个用足夸张的广告。无，甚至讲因咧选举。选立法委员，我嘛唔知讲伊选伊，伊咧无想咱搭一支旗啊，搭一支旗啊，搭一个拜因无啊。无啥咧宣传咧？嘿，无啥咧宣，唔是无伊宣传可能有伊一定的方式吼，袂使讲凊彩搭。唔是用咱这种方式。对，伊是用较保守，还是讲有一寡有伊个纪律的方式去宣传。啊，因对宗教可能嘛是为报纸啦，吼，写一寡文章啦，吼，还是讲甚至嘛是有电视的部分广告吼，啊，较少像。美国人吼，对，去街啊顶管吼，啊，街头活动啊咧，就较少啊，哎，较少啊，哦，无同款的这个背景啦吼，所以英国是啊，咱大家对英国咱较生疏、较少的接触吼，所以真欢喜，大家当透过这个机会，和你小可了解，原来英国甲美国是阁无啥同款吼。多谢大家收看，咱也感谢奎叔。